王老师，您爱人在哪儿工作？他在公司工作。他工作忙吗？他工作不太忙。您孩子今年多大？他今年20岁，在美国上大学，学习法律。李小谦，你想你女朋友吗？她想我，呵呵，我每天都给她发 email。你呢？想你男朋友吗？他也在北京学习汉语。他住哪儿？他住中国朋友家。